课业，你课业支撑的撑得住就行。对啊，课业比较重要、啊。植物学最多三哦，三就很多啦。对、啊，又想说整把整把都活木的话，整把都活木没有比较好啊。对啊，你们而且而且我们做这样主要是要刷活那个啊，是水晶碎片啊。你整把活木你没有水晶碎片啊。电工具是次要啊，我们主要是。水晶碎片啊，嗯，对啊 ，OK， 好像没有比较快、欸，它好像没有比较快、欸，虽然有做升级啊，风力发电机，你们是说该越高越强吗？那那你要叠很高哎、欸，对啊，在呛可能叠超高的吗？哦，对，要加青金石哦。对，我是要加青金石，我把它加成，没关系啊，加速也行啊。自动第三格设定成随机选，使用33工具可以，是能够减少方块剩下的，会用别的东西堵住。没关系啊，就刚用像刚刚那样繁星的。那个设置这样就行了啦。幸运，对，我们要用幸运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波波。还要加个幸运看看。嗯。我现在做装备好了，我现在身上整理一下，我来做一下可以飞的装备。可飞行的装备，我要起飞啦！要起飞啦！命名牌，命牌先放这里。啊，命名牌先放这里，这里丢掉。OK， 还是速度放的不够，速度最高就四个而已啊，不能再放啦。最高就四个而已。就拿些铁锭过来。幸运好像只对煤炭有效，我不确定欸，就试试看啊。对啊，反正到时候稿子等级练上来了，有的是那个啊，有的是他的等级。嗯，来吧，拿起来。然后装备嘛，看一下啊、哦。这里不是这里，一个核心，两个核心，三个，四个核心，先把装备核心给做出来。装备核心在这里。哦，要地狱之心哦，这么贵啊，四个。蓝星，我要跟你借凋零骷髅头。去打。反正也想来这么一次打一打了。忘记僵尸了，僵尸已经消失了。啊，我僵尸已经消失了，之后再用。你干脆改凋零好了。啊？没事。凋零骷髅头，凋零骷髅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其实。啊，反正我想法很多嘛，反正想象力很丰富，我还想做一个更好玩的东西。你要做什么？有，好，我等一下做出来。反正我那个音扫好了，让你们好奇一下下。凋零骷髅头，你凋零骷髅放哪边啦、啊？地狱门旁边啊。地狱门旁边。呀、yeah ，有了。来整理这边灵魂沙，我顺便把灵魂沙带去做哦。好吧，然后我把这些打一打，等一下那怪物声音要先调小，还是整体声音调小好了。一二三，我不用虚空漏斗，直接对使用者。
主要也是因为要这个碎片啊，但虚空漏斗里面可以直接拿啦。眼馋什么东西？眼馋啊！哎、啊，也主要是怕那边的苹果乱喷喷过来，把它吸过来。嗯。嗯。哦，繁星可以直接使用的对反物质僵尸，可是打得很慢啊！你要等怪生出来、欸。是说什么？我对反物质僵尸能干嘛？练装备吗？练武器吗？那为什么我这把武器就没有经验加经验呢、啊？我劈刀用错方法了吗？什么东西用错方法？我的劈刀啊！我今天下午都要用劈刀挂。嗯哼。应该说挂两天了，可是我经验值还是零哎、欸。经验值还是零？对啊。我用错了吗？观众帮我看。不知道。我找不到风扇和神表，又没关系啦，没有关系啊。神好，嗯，我的节点嘞，来做做看。我是要用弓打航海好了。什么节点？物品，导就是导物品的。哦，不见了吗？有在找而已，找到了。强化才四次。嗯嗯嗯。三四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。可怕的药膳，药膳。嗯嗯，我想想，你想想，你要想什么？我也在做那个机器。哦，这虚空漏斗不是接箱子东西就会出来了吗？怎么接箱子东西就会出来？讲人话。就是假如地狱使被虚空漏斗吸进去之后，不是有个输出物品，然后把它接过去箱子，不是就会有东西出来了吗？还是并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到底要你在想什么？但是他的东西没出来，你是不是东西卡在虚空漏斗里面啊？我的锤子一定要固，因为它的速度会更快。不是啊。可是为什么它不运作了？现在可以改估了吧？因为等它升级可以改估了吧？可以啊，我估也很多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它现在适应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人死亡了。他需不需要帮忙啊？需不需要帮忙啊？要不来 ，Happy。嗯，没有，因为一开始主要是要让我的那个直接到强化五个以上，嗯，就直接可以让它不变成不灭了。对啊，嗯，听可工好，想办法冲到最高，好像可以秒凋零。好像不行，因为你玩的版本可能是它没有强化上限，但是这个是有的。它每种强化最高还是有一定的上限，例如挖掘加速就是极速，它最多就强化到四阶还五阶而已，不能再上去了。那你玩的版本可能它有开放那个限制。那我目前我的弓最高就是锋利五。嘿，就不能再上了。嘿，最高就那样。对，他不能再强化上去了。繁星安安，蓝屏安安，感谢董内，感谢蓝屏。
所以所以观众问这个为什么没有加经验、啊？对不起，我刚没看到。怎么没有加经验？这是我的劈刀啊！不知道为什么没加经验啊！我的装备，不知道，都被烧坏了。嗯，感谢蓝屏的火箭，感谢，真的跑过来了，火箭。啊，小火箭吧，胡萝卜火箭啊！哦，我想说那个火箭吗？吓到了你！你想要那个火箭吗？你跟他讲，我听到我有点刚刚有 shock 而已，看他会不会想丢给你。我就顺便把它刷一刷嘛。急杀才能增加经验值、嗯、哦。感谢蓝屏的萌，杀死蓝屏。嗯，刷几颗地狱之心，就多刷几颗嘛，说不定以后大家会用到啊。就反正都来了，就顺便刷一刷、啊。我快被凋零死了，我一个。啊，要急杀怪就得麻烦了、欸。快被凋零死了。他玩家没经验，他可以把我想象成怪啊，对不对？哎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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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补一下，可恶。行行，有了。嗯嗯，回个血，回个血，快被凋零死了！快点，喂！哦，强迫症啊！强迫症怎么了？装备没有统一，好去掏新人章。只好空中巨子杀了。杀怪，拿去杀反物资啊！我就跟你讲，但给他等他升啊，又不会说很快。好了，找一下了。繁星没看到，看到什么？温布拉克的风扇，另一个就要靠 N 的 IO 吸怪气。哎，吸怪气好像也不错。地狱之心能中吗？我记得可以中，等一下我看一下配方。嘿咻，过滤器。嘿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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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这地狱之心是可以中的，是个，嗯。地狱之心，地狱之心，在这里。下界之心，下界之心，种子。欸，其实我可以做出来了，地狱之心的，那我就不用刷啦。什么东西？种地狱之心。哇哦！哇，种地狱之心啊！去吧。话说小柯呢？小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没有进来 DC 哦，对呢，防具薄木跟紫魂大强化次数才会比较多。哦，他其实有进 DC， 他讲话 DC 可是不进来，他没有讲话而已。恭维，恭维哦，超凶，哦，有了有了。那你在地狱哦？是要打什么吗？刚在地狱，在收集那个炼感，没有嘛？哦，你需要升怪砖的地点吗？还是亚门猎神升怪砖？我没有挖掉的，留着的。是不是还不用那么多？先肥料再切。叮叮，升级喽！好了，来扑灭一下吧。哦，怎么现在这边呢？需要再一张过滤纸。过滤纸？对，不然地狱实在乱走管线。是 ，OK。好了，真的可以全程泡温泉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把他的装备换掉就可以了。增高吧。哎，如果升上去已经不灭，我再换其他材质会不会？他如果你有办法可以给你换，就是可以换；如果不行的话，他会把你锁着。哦，
有人撒到肥料在地上了。哦，种子，种子在这。哦，慢慢撒，欸，也是啦。反正我就武器放在石怪在那边慢慢打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种地狱之心吧。虽然刚刚一直要种火，但是先地狱把地狱之心种出来。可以种地狱之心的话，以后可以用地狱之心来发电。对耶，如果用地狱之心来发电的话，应该会很多电。可是有这个发电器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模组包有没有包进来。中介什么的吧，下界之心的有啊。哦，那就有包进来了。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用那个来发电。欸，啊，外模具嘞，外搞头嘞，安安的搞头怎么还不还我？感谢雅思的福袋。不回，不回。好，用挖机。快点给我！好久，怎么这么久？速度升级，速度升级，升级啥？二半砖五四铁七四栅栏，看可不可以？要加速。二半砖五铁七铁栅栏。